那还好，龙女没蓝霸有什么差别吗？难道你会没魔吗？
来看对面补了啥？对面补了鞋子，两把短剑。那我也回去补鞋子加十字镐好了，让人打起来，追杀跟逃跑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为什么只有720P？因为吃鸡只能720P啊。这场我们是三路互农哎，八分钟1-1，这个在韩服是相当相当少见的，通常八分钟都是大概死十个到16个左右吧，这个1-1，会打到睡着啊。你六等。真的好和平哦。我想象中的这个游戏都不太一样啊。求你来。啊火龙呢？火龙跑哪去了？啊糟了。后格魔后期，后格魔后期跟我比也是比不太过的啦。卷在自己身上了吗？啊原来是断线了，还以为卷在自己身上了、欸。他断线了啦， VPN 吧。走了吗？前面？你要上吗？火龙用大招嘞！以他们聘灯的这个撤退灯的话，应该是有卷到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选了这个两束鞋之后，是如何的去压制这个寇格魔？我光是用走位哦，就秀得他不要不要的，他一下普攻都 A 不到我，没有给他丝毫的反手机会。那条狗很凶，那条狗很凶。嘿，说吧，谁呀？啊，他还有，哇，他还有70滴血，不该跟他换的，应该跑了。换暴击的，要是有塞暴击符文那就好了。你再坚持一下哈，你再坚持一下，丢个盾啊！哇，你要被单杀了，他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阿蛇，对。
爆两下就赢了。我家的火龙啊，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白色跟绿色的合体啊，白绿色的啊，应该是白绿色的。我要学会长大了，不能整天依靠辅助，我的辅助又不是那种会上护盾的，接下来靠自己吧，我家要靠自己跟寇格摩单挑。哒哒哒，他们应该会弹到这里来，他弹出来了，好快啊、哦、好像只有一个人欸，他一个人，他一个狗，哇！有点贵呀、啊。出绿双刀了，绿双刀怎么比较便宜啊？没有、啊。好，出绿双刀了，我们先塞一个绿双刀，绿双刀加火炮，这样单挑比较强。可破刚刚真的走错路了，我们走右边能跑的。哎、欸。勾到，好，我继续下路啊，我继续下路 ，solo 到底，我就看看谁能挡住我。大家觉得我会在下路杀几个人？射箭器E用的不错啊，就是钩子不太准。那也是没办法啊，你看峰哥虽然练了很久，也是偶尔很少很少的几率也是会 miss 的，那个就没有办法练到100%命中，但是甩人可以。哎，真娜下来了，哦，真娜没来，哎，那你死定了。这那怎么回事啊？他以为自己是瑟雷西吗？到处跑。哇，连上路都赢了，漂亮漂亮！对面喊 GG 喽！就在这个猪头人死掉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般人跟职业选手的差别啊，一般人死掉喊的是 GG 啊，那是职业选手死掉了啊，啊还是可以在温泉指挥的，啊打这个打这个打那个打那个，他没发现我，你有种开 W 吃兵，我就出去杀他。哇，他发现我了！为什么寇格摩身上一直有护盾的、啊？也、yeah, 就是 Red Fox， 感谢12个月。哎呀，他一直看着我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经验值有吸到了。好像不能蹲他嘞。绿跳拳，为什么绿跳拳可以给他护盾？绿跳拳不是给一个队友护盾吗？
们家十三等嘞，全场最高等。好像都打起来了，龙女并没有想救你。哦，现在点满之后给护盾，然后给 AD 哦，然后还跳前，哇，这么强的装备，比贤者龟壳还强哎！哎，他了，啊，他了，啊！呜呼呼呼！没点到灯笼啊！蜥蜴人大战猴子先生，看来蜥蜴人是屌打，火龙连大招都不用按就把他干掉了。我不知道出火炮吗？后来想想，出什么都没差，反正我的工作只有一个，就是把寇公魔杀掉。你们别啊，我是饭哦，让我 solo 下路，让我 solo 下路。你是杰西，你就代替我在中路好好的 poke。平常都是 AD 在中路 poke， 那那边吸不到经验啊。那个小兵能不能分我一支？缺三千六无尽。但是现在我这饭不一样了，直接拿他下塔。这边几个，好，我来了，这里我可以来收个头。好，目标达成，目标达成。没有悬念了、有个塔哎、塔你要不要收一收啊？睡哦睡哦，漂亮漂亮，来，我头巾掏出来了。OK， 我有头巾了。好，我跟他拼一下这个怼，我头巾了，你就懂了吧。这就是我要打会战的信号。帮这一趟就把所有的塔都拿掉了，然后所有的小经济都拿到了，现在就是我们杀人的时刻了。不是，他是因为我刚刚蒸发了那个寇格魔，他很震惊，好不好？怎么？对面的 AD 不见了？小鹿把他带出去。打人是贼痛啊！没人呢、欸。希维尔主什么副什么？主 W 或主 Q 都可以啊。主 W 的话，就一直推线。哦，火龙卷卷到全部哎、欸！哇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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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定到歪头啊！哦，这个人
怎么螃蟹走路啊？没事没事，他们现在剩一个了，我们有四个人，看他怎么守。你一个人再怎么厉害，也只能守住一条路。来了，大军加上来了，兽人大军，其中混着一个蜥蜴，开始拆塔了。兽人王，兽人王火龙躲在后面。不对，火龙这个身材应该也是地精一族的。我翻滚，请问地精跟哥布林哪个比较强啊？我要去分推了啦，对面想拼最后的一波巴龙，那我要单杀人了。你死定了，你还不走，你已经没死，快去巴龙，快去巴龙，对面想逃假巴龙哎，我看这波怎么办啊，对面在左侧，我可以趁机偷点加中路，然后快跑。好，快走，加速，地精冲刺，哈哈哈哈，火龙你出了魔气啊，我刚才想说怎么有魔气，是不是对面真娜加到我身上的，原来是你出了魔气哦。好，那我愿意跟你们一起玩了。那杰西去分推了，我终于知道杰西为什么要把我引开，叫我去打会战了。他想去分推，他想要独占下路的金钱，还好塔已经被我拔光了。你们那里加油啊！我猜他中路了，看你们怎么办。啊，对面受不了了，对面要骂脏话了，你骂他。能动手的咱们就别动口啦，我直接把你中路拆光光。魔晶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啦，最后一件不知道要选什么。说不定塞个长剑就挺安全的嘛。好，塞这个好了，降治疗，让对面奶不起来。对面这个大爆炸来，不管是他们的家还是他们的心态哦，都是一样爆炸了。来，火龙开始 call 嘞 ，Follow me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大哥，我来跟你啦！火龙终于硬起来了。然后我看到火龙讲话，这怎么还在啊？我们不是拆掉了吗？嘿嘿。拆他上路，拆他上路，可以可以，把他上路给拆掉了，不亏不亏，你们快走吧。我虽然吸引了对面，但是他们全部有大哦。
啊，碎碎碎，又送了一个，漂亮。送过来送。全部有大，全部有大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这个曾经打过职业跟你们最大不同啊！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对面，哎，很明确的告诉队友，对面全部都有大。继续，我来喊，我来喊。啊，还有中路没闪，中路刚刚我记一下闪现时间啊，有点忘了，大概是一分钟之前按的吧。安娜娜浪漫少女，哎，我都想记一下时间了，哇，时间不见了。没关系啊，辅助机就好了。啊，请看我这场的输出，这么的强啊！随便都是单杀，又拿了一个赞。晚安哦，喷火龙。好啦。等你去打工，等你去打工再来订阅。